继日本工程师返国确诊染疫之后，又有一名香港个案从台湾返国之后，在隔离期间被验出确诊。算下来，最近就有五起个案是被动的被验出确诊。专家示警，主要就是因为我国筛检量太低，应该要对像是中南美洲等高风险国家地区进行入境全筛。另外，台湾针对 PCR 检测阳性的标准，原本是把 CT 值设在35，相较日本还有其他国家，标准都有点过低。直到最近才有修正，也被质疑动作太慢。台湾本土宣称零确诊，却频频出现有外籍人士在返国之后被发现染疫。从最早的日籍女学生开始，到泰籍移工、比利时工程师，以及最新新增的日本工程师，和在隔离期间爬爬灶最后被发现确诊的香港女子，算下来已经有五名个案。明明都在台湾待过，却都不是我国主动筛检出来，难以厘清感染源。其中我国的 PCR 检测标准又再一次被放大检视，抓错，然后再确认他不是，而不要说一开始就认为他不是，把他放掉，应该是可以把标准放松一点的，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这个下一波了。主要就是因为我国在 PCR 核酸检测判断阳性的标准，原本是在 CT 值小于35才会判阳，有别于日本跟国际检验大厂把 CT 值诊断切点设在37、38，国内标准有点太低，近期才改为要是检测结果落在35到40之间，会再次裁检确认，依旧被质疑动作太慢。另外，随着离境确诊者增加，专家也示警，这也反映出国内筛检量能非常不足。在看门诊的时候，验的越来越少，强迫要验的时候呢，他们才会被诊断出来。针对一些高危险区做一些筛检，我们不做，只有说我们怎么样，大家就会比较不相信。一再建议应该要针对高风险国家地区入境全筛，同时要针对国内的高风险区域跟职业做调查，从筛检超前部署，否则零确诊神话只怕会成为假象。记者黄明胜报道。